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的游戏啊。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三国志·汉末霸业》。说它特别呢，是因为它是一款国产游戏啊，是国内公司出品的。那么之前大家也有所耳闻吧？那这款游戏呢，就是在青睐之光上，因为人物肖像的版权问题和光荣公司呢发生了摩擦。那么现在呢，这款游戏的人物肖像啊，已经经过了美中的替换。官方呢也放出了这个 0.1 吧，啊，大家看屏幕右下角啊， 0.1 的试玩的版本。大叔呢今天给大家试玩一下吧，啊，了解一下这款游戏啊，看看这款游戏呢，制作的如何。那么这个载入界面啊，明显是一个水墨风格的啊，非常有浓郁的国风。那么咱们新建游戏啊，编辑收集和设定呢，因为是试玩的版本，所以呢用不了啊，这个选项是无效的，所以咱们只能新建游戏。那么试玩版本呢只开放了一个剧本啊，十八路诸侯讨董，五牢关三英战吕布，所选的势力呢也只有两个啊，只有两个，那只能选这个了啊，只能选这个决定。然后两个势力，韩必和刘备吧，啊，这是刘备。综合来看呢，刘备的势力可能会弱一点啊，刘备势力弱一点。资金和兵力啊都少一些，啊，近一半儿。那大叔也就用刘备吧啊，好吧，决定。这个游戏设定啊，游戏的所有的设定的选项呢都是无效的，因为试玩嘛，所以咱们只能默认了啊。那么咱们也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对难度是有影响的，这些选项。那完整版呢应该是可以自由的设定的啊。决定。哦，这个做的不错啊，咱们看一眼大地图。啊，大地图。啊，大地图上是有咱们的宝岛台湾的啊，而且宜州。襄平，啊，这两个地方呢是现在的朝鲜。乌丸，啊，是有少数民族的啊，是有少数民族的。看一下吧，军团，啊，路径，啊，少数民族它是覆盖一定的城市范围的啊。能看到，这里有一个山岳，哎，这个设定的不错啊。当年孙权呢也多次的跟山岳作战。战场，啊，战场就是两个城市出兵迎击的地方啊。边界是一个长江一个黄河吧，啊，这河套地区还是匈奴的呢。外交啊，外交也不用看了。好了，咱们从头开始看啊。这个整体的界面啊，给我感觉非常像三国志十二啊，光荣的三国志十二。看一下内政系统啊，陈情呢就是百姓的一些请愿啊，咱们可以派人去处理。灭黑熊啊，这个陈情系统呢在三国志时代里边也曾经出现过。内政政务，哦，农业商业，关羽水利治安城防啊，这些呢就不要做了啊，商业做一做。农业治安就张飞来了，城防刘城防派俩废物，把刘备空出来啊。刘备呢一会儿要去探索这个人事啊，投入的资金60 60 30 30 60，哎呀这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花的钱太多了啊，咱们初期也没什么钱。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人事没收赏赐，这是宝物系统了。哦，需要先探索出来武将啊，这样咱们去那个探索一下。河北地区吧，因为咱们就在河北地区啊，让刘备去。军事上呢，征兵，咱们兵力现在比较少啊。骑兵。哎呦，关羽出去了是吗？关羽拿下来了啊，对，关羽去打熊了。
去打熊了。那这个月啊，咱们就先不征兵了。特殊呢是能够任务解除，那么外交和谋略呢是黑色的啊，说明这个试玩版本用不了这两个情报功能。行了啊，点一下这个日期呢，咱们时间就再走了啊，开始走了。好的，黑熊弄完了，这回咱们可以征兵了啊。争点气。哎，关羽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哦，他是干商业的啊。刘德然，行了，咱们商业稍高一点啊，商业稍高一点，这样有钱花。征兵，征点骑兵啊，征点骑兵，训练。哇，这练兵太低了。吴平、刘元起，好吧，那不练白不练吧。啊，对，咱们看看这个都市啊，看看对面的这。哇，这支出太高了，因为咱们在征兵啊，咱们在征兵。他的兵力15000，剩余可征。哇，他起码30000兵啊，我这个满了才2万不到啊，实力比我高很多啊。哇，这个支出是很多啊，这个算尽量省钱往兵上这个。60，好吧。好，关羽已经在征兵了。探索呢没有效果。陈情啊，有武艺。张飞去修筑道路。哎，把简英上下啊。好的，让陈情就都做了啊。陈情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快捷按钮。平原啊只是一个小县城，那没办法和人家获得宝物乌丸马。哎，探索中发现了可用之材研制，看一下啊。让谁去呢？哇，张飞魅力这么高啊，耗时28天。好吧，哦，这个 BGM 还是挺欢快的啊，这是季节切换造成的吗？啊，夏季了，确实。哇，没钱了啊，没有钱了，那没钱了。哎，回来了，那个叫啊研制的回来了，咱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他怎么样。情报全武将。潘凤，我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啊，就这火。哇，人家也有那个。哦，骑兵，哎，还可以啊，骑兵和工兵都70多，武艺62啊，是一个大概和廖化水平持平的武将吧。差不多啊，和廖化差不多。咱没有钱了，320块钱。哎，再野一个啊，再野一个，谁呢？刘敦啊，关羽去。你去干这个了，那张飞去抓马。在探索中发现 NPC 李定啊，刘敦也回来了啊，看见了，刘敦回来了，看一眼他的，哎，在这儿啊，看一眼属性。哇，好废啊，太废了。谋略64，好吧，智商平常人水平吧。哎，
没有陈情啊，那可不可以征兵啊？好吧，去吧。你这样11个啊，咱们要编制一下这个部队啊，这个部队呢是需要编制的啊，裁撤啊，关羽让他。关羽啊，让他带领这个骑兵啊，带领骑兵。最大，好的。刘德然，刘元起，哇，这些武将好废。啊，这个还可以。那咱们最后也大概就5支部队吧，刘关张，然后刚才那个姓严那个家伙，然后。这两个就废一点了啊，整合一下吧。我的兵不满，整合兵呢是同样的兵种啊才能够整合。好的，这样他5000，这个4000没满，给关张飞要带满兵啊。好的，训练一下啊，训练一下。你看这个好低啊。啊，我估计他一会儿就来打我了，因为我的兵力啊和他差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又没有钱了，又没钱了，只能训练。整合啊，整合不了了。啊，又有钱了。又有钱了啊！骑兵不够啊，骑兵不够，我应该让关羽去。关羽干嘛去了？关羽嘛去了？关羽训练去了。把他解除啊，然后征兵需要他。没钱吗？哦，没有预备的兵力了。77，是因为钱不够吗？只能用它啊，来吧。哦，训练还需要钱呢。哎呦，不行啊！啊，攒两个月钱吧啊，攒两个月的钱。还不来打我啊，550块钱不够啊，明显的不够。2000够了啊，这个够。哦，只能征一种兵种啊，只能征一种兵种。看有没有陈情，没有。没有，咱们就这样吧。哦，可以储存。哎，但是不能督挡啊，不能督挡。啊，这个设定不错，防止玩家作弊嘛。不知道正式版本什么样啊？金钱又不足了。行了，骑兵可以了，骑兵可以了啊。让咱们训练一下。哎呀，没有可以训练的部队吗？那我这些人闲着干嘛？还没有钱。赏赐没收。哎呀，有商店能把东西卖了就好了啊。因为我现在东西，忠诚度全是满的，不用。熊胆。啊，这就是普通的宝物了。行，处理一下啊。有
部队攻击我啊，是否迎击？当然要迎击了。看看啊，张飞，刘备，关羽，行了吧，24000的兵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然后带60天的粮草，指挥战斗。哦，我24400，他25000，看一下他在什么位置啊？在这儿。韩凤，好吧，他上将都来了啊，华雄都干不过啊。我估计张合是主将，然后干他吧。直奔对方主将，把他秒了。这个战斗系统呢，感觉和三国志时代啊有一点像。啊，他走到这儿，这样咱们可以选择攻击敌人的右翼啊。咱们是3个步兵，1个骑兵和1个弓兵，想突击敌人的右翼。哦，这家伙是耿武吗？哎，这是耿武啊，那有没有关纯啊？程焕这个人物不熟啊，别的都见过。来个以逸待劳吧，看一下啊，1234啊，1234啊，才能走到这儿。1234，骑兵让一下。走走走走，好的。哎，怎么骑兵没动啊？这样咱们有很好的包围他主将的机会。哦，不行了，这个靠过来了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哦，张飞，战法是什么？啊，突击，突击就把人推走了啊。这样咱们攻击就可以。300多，刘备呢？刘备在这儿。战法骑射，来火箭，我就爱射火箭啊。300多，炸了一下，哇，伤害不低啊。张飞，哎呦，张飞凑不过去。果然啊，他这个人啊，在这儿很荡害。绕过去，绕过去，4000。啊，哇，杀人10000，自损8000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要突击一下。没突动，没突动，可以啊。
2500，看谁先见底儿呗。是，啊，对，我主将是刘备啊，我怕他做甚？这个怎么单挑啊？不知道啊，尾爆内讧。估计成功率也比较低啊，啊还有2400，2400估计3天左右吧。但我关羽也被包围了，还好这边给关羽呢，攻击。突击不了，身后有人是突击不了的。战法火箭，接着射火箭啊！火箭二段攻击啊，还不错，伤害挺可观的啊，一次能打500多。哎，着了，这货着了啊！给他一下。着了，我看看啊，来吧，试个尾爆，看怎么样。失败，果然啊，果然失败。啊，他是500多了。到我，砍他。好的，他主将被干掉啊，赢了啊！我战斗伤亡5400，他战斗伤亡7200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啊，发现宝物长柄刀。啊，那好吧，那这款游戏呢，大概也就这样啊，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。那演示了内政系统，人事系统，然后军事系统，还有那个战斗是什么样的，可惜没演示到单挑，这个不知道，可能是，咱们这个测试版没有吧。那整个游戏来说呢，是一款比较中规中矩的三国的战略游戏。音效方面呢感觉做得还可以，然后现在看人物的头像现在经过了重绘，也能够接受吧。总体来说是一个70分左右的游戏吧。毕竟国产出现这样一款游戏啊并不容易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在青睐之光上多多支持这款游戏吧。那好，那今天的试玩呢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